全在这儿了。不送重点，不送才不会不留。哎呀，佳佳，把课外阅读书和作业都带上啊！老婆，出去旅游带什么作业啊？你不懂，这叫旅游学习两不误。耶，动画片下好了，我看到目的地。电影下了没有啊？放心吧，老爸。偷偷摸摸聊啥呢？咱作业带齐了。谁让你把作业拿出来的？去旅游也不能只怪不懂玩呐！老婆，才出去两天，没必要带作业吧？谁说没必要？你也不看看你儿子玩心多重，连硬笔书法都被我妈妈带上了。你还说了，我妈妈把我整个暑假的作业全都带上了。我妈妈更过分，连下学期的书都带上了，非要让我提前预习。啊，你们都这么惨吗？还好是妈妈不管我的学习。到了目的地，耶！哇，酒店的床好舒服啊！是啊，好暖啊！看会儿电视。去哪里能惦记到电视啊？先阅读，做操实验。是妈妈这么扫兴的吗？妈妈，我是来旅游的，不是来学习的。别啰嗦，走到哪学到哪，快看！不行，马上就二年级了，还不把字练好怎么行？哎呀，老婆别搞得那么紧张。老公，人与人拉开距离的地方就是在休息时间，趁着放暑假把距离拉开，开学了哪有竞争力？到底是谁发明的暑假作业？我恨他。儿子啊，只要你还在读书就别想摆脱作业。快写吧。就是熬夜挺累的。终于到了玩耍时间，快来看呐，这里有奶茶店，太好了，正好想喝奶茶，我也来一杯，还给我也买一杯。哎呀，这个是敷衍了事，人呐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妈妈，你拿作业来了。出来玩还能写作业，真的好扫兴啊！你明年要重返妈妈吗？